休息一下，他们实在太斜杠了，太厉害了，小小休息一下。哎，在外面应该没有办法找到这样的主持，很会吹鼻子，然后又很会讲话，靠嘴巴工作这样子。真的，我只会很会唱歌。哪有？你也很会主持，没有没有啦，互相包起来了喂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时间交给金星儿。好，那现在最后一阶段，我们时间也即将来到了尾声哦。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，想跟现场的朋友来做一些小小的互动哦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去年的时候有一首歌曲非常火红，也是两位天后的这个演唱一起来做演出的，叫《刀马旦》，是由这个李玟以及这个邓紫棋一起携手合作。不过今天我没有那个李玟，我只有这个邓紫棋加李玟，好不好？我自己来诠释两个角色，好不好？希望这首歌大家会喜欢。不过等一下，如果唱到一个高潮的地方，大家可以给我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吗？好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演唱的歌曲《刀马旦》，献给大家。小朋友会唱吗？会唱的话，等一下一起跳起来，好不好？突然觉得很荣幸哦，我身边右手边、左手边两位吉他老师都帮我伴奏，很好。喜欢这种气氛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六方妈天笑圣哇！
请希望大家那个端午节年假都能够快乐，然后很快乐出去玩，没错没错，再记得要收心回来上班，好不好？是是是，能够在我们年假时间哦，我们今天凤鸣真的真的是带来相当多精彩的这个节目，是是没错，尤其在我们这个馨儿的演唱哦，最后压轴的这首刀马旦真的是把大家都吓到了，我刚刚看到很多这个措手不及，要拿手机出来拍照，有没有？结果发现手机没有在口袋里面，对呀、啊，那手机在哪里呢？赶快拿出来录里面的一个概念，对对对，没错。好了，那么呢，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哦，今天我们一个机会能够在这边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音乐，相信经过今天呢，大家应该都有发现哦，其实我们每一位凤鸣真的老师真的都相当的用心，在我们的音乐不管是技术演奏的技巧以及诉说故事的这个能力哦，我们都希望能够在未来持续的来精进哦。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对我们的这个演出节目呢还喜欢的话，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来搜寻凤鸣真爱国乐团，凤鸣真爱国乐团六个字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哦。那么也欢迎未来呢，我们在不一样的地方哦，还会解锁不同的团员，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一起来玩哦。好，在这个我们的粉专上面有我们演出的时间以及地点的公告，好，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来修就醉花，好，一起来享受音乐，来欣赏音乐。好，接下来要带来的是我们今天的压轴好歌了。那么在。